变形金刚高人气角色大盘点第十四名，震荡波，逼格满满的反派角色，每次出场除了帅就只剩帅了。他是极少数敢硬刚擎天柱的霸天虎战士，其宠物力赞魔更是拆迁队大队长，轻易就能将数百米的高楼拦腰截断。在变三中，由于遭到雷霆拯救队友和人类集体围攻，最终被擎天柱嘎了腰子。实在是太痛了。第十三名，热破，他是下任汽车人领袖，也是高贵勇敢的战士。其载具形态是兰博基尼 300人热改燃纪念款，全球仅有40台，据说也是蝙蝠侠同款座驾。不光如此，热破还有一把非常 bug 的武器。 时间静止枪，就连牛顿都因为不点赞而被踢出了群聊。第十二名，天火，最早来到地球的霸天虎战士，因为见识到堕落金刚的残忍无情后弃暗投明，转而加入汽车人阵营。因为能量匮乏而化身黑鸟战机隐藏于人类博物馆中，后来被山姆利用火种元碎片唤醒。为了粉碎堕落金刚毁灭太阳的计划，天火最终选择牺牲自己，将能源核心赠予擎天柱。在天火套装的加持下，擎天柱可谓无人能挡，一拳就将堕落金刚贯穿。可惜该套装仅能使用一次。